陆队，来，离我近点。陆队，道歉。 那，对不起，桂晓小姐。刚是我装的陆队，我呢一直都挺喜欢模仿人声音的，我和你开玩笑呢。为了任务，这小子学了好几年的声音模仿，模仿的确实有点像，怎么能开这种玩笑呢？桂晓，不好意思啊。没关系，学的挺像的。桂晓小姐，我代表我的第二故乡齐宁，代表我们大队，欢迎你，你一定会喜欢上齐宁的，就像喜欢你的家乡一样。这里是陆队最爱的地方。哦，对了，咱们这羊肉特好吃，陆队现在也闲了嘛，陆队，你一定记着带着人去吃啊。 那个，你们俩我不打扰了。他们平时胡闹惯了，没什么分寸。坐。你不该先道歉吗，陆队长？见谅。 刚才是我态度不好。刚刚电话里说你喝醉了，谁都挪不动，还胡言乱语，说我们过去的事情。我又听到你叫我的名字，怕出事儿才过来。既然是误会，那我先走了。坐一会儿，一会儿我送你回去。 陆晨，你要敢挂我电话，就没有下次了。这辈子你也别想见到我。哎呦，嫂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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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赶紧进去帮忙。我一个人忙不过来。好嘞，好嘞，好，好，嫂子，陆队呢？走，哎，给你买酒去了。这两天大风雪，送酒的人没来，酒不够你们喝的。哎，队长的钱包要哭喽，辛苦嫂子。比这个还漂亮。可以呀，不错，小兰。 画挺好的，真厉害啊！这画的差，那当然。还不来帮忙？笑什么？陆队，我们看到钱嫂子了。哎呀，小南跟我们说，我们还不信。陆队，你这下意识动作出卖了你啊！帮忙！ 哎，陆队，钱嫂子结婚了吗？我这就关心关心。那就算分手了，朋友还是可以做的，对吧？对啊，我初恋的婚礼我还去了呢，随了一个最大的红包。他来齐宁。 该不会是为了度蜜月什么的吧？那就有些伤感了。哎，能想起我们陆队的人，居然嫁给了别人，太可惜了。有完没完？陆队，让我们见一下嘛，难得聚一次。早分手了，拿什么理由见人家？陆队，这个你就不懂了。初恋一定是最美好的，起码说出来和一般人就不一样。反正我们还是建议你多少尽一些地主之谊，对吧？对啊，陆队，地主之谊，陆队，咱们的热情得让人家感受一下。
我聪明吧，把你起名字 ZZ， 就到电话簿最后一个，谁都找不到你，我爸妈也看不见。还没有睡。你给秦小南收拾东西吧，我先带他回北京，后天下午4:20的飞机，我一会儿再给他补张票。你记着，一定3年前带到机场，别误了飞机。桂乔。深更半夜的，洗澡不怕着凉啊？我没洗澡。本来想用热水洗个脸，但这个水怎么着也没热起来。